韩吉，我换好了。是吗？那你就赶快出来。我闭上眼睛，贴着你心跳呼吸，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。你微笑的唇形总勾着我的心，每一秒初吻，我每一秒都想要吻你。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怎么样？丑死了，很丑啊！那我赶快换下来哦。哎哎，这难道有这么丑的新娘？让我再看一下了。你以后叫你喜欢的女生穿给你看就好了。我喜欢的女生啊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，你失忆了。你可能连你喜欢女生是谁都忘记了。喜欢什么样的女生是品味问题，跟记忆没关系。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啊？我喜欢的女生，长相普通就可以了，身材普通也 OK， 但是心肠要很软，只要拜托他什么事情他都会答应。但是对于自己重视的事情绝对不妥协。听起来很普通啊，我还以为你标准很高哎。对啊，只要不比你丑就好了。韩吉，明恩，用的标准很低，只要你跟他道歉，他一定会原谅你的。韩吉，谢谢你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喂，艾琳。喂，汉翔。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哦，这么巧，我有事要找你。开始上班了吗？还没有啊。好，那待会见。
哎呦，你不要这样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那个严总跟您的事情，你到底想到办法没有啦？本来快想到了，就被你打断了。我，快了快了，快有灵感了。嗯，你不是说你最会想办法了吗？想那么久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。我看，干脆你打电话到韩国去，跟他铺会长坦白好了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陈江武丢起这个脸吗？那怎么办嘛？你就让米恩一直冒充当我们的女儿吗？怕什么啦？来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来干什么？我现在还没想到办法，我别理他，我们假装不在家。我还没开始工作吗？怎么会不在家？走嘞，走嘞！还好没让他进来，要不然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。完蛋了！其实我应该早一点登门拜访两位，这么晚来真的很抱歉。严总今儿个特地前来，不知有何贵事啊？伯父叫我汉翔就可以了。哎，别！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熟。我想两位已经从会长那边得知我跟艾琳要订婚的消息。或许你们可能觉得太突然，但我真的思考了很久才决定跟艾琳求婚，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太冲动。不会不会，一点也不会。请问艾琳在房间里吗？房间不不，他不在，他早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他明明跟我说他要等我的，那他去哪呢？蛋糕店。去逛街。你干嘛老跟我讲不一样啊？我怎么知道你要说什么？其实啊，艾琳是去边逛街，边去逛蛋糕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对对对对。伯父，艾琳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你可以直接说，没有关系。直说就完了呗。啊？我是说艾琳，很爱玩，每次出去啊就玩很晚，这才是。伯父、伯母，我是真心喜欢艾琳。如果你们觉得对我有什么地方不满意，或者是我有哪点配不上艾琳的，可以直接跟我讲，没有关系。怎么会对你不满意呢？你看看，这标准的青年才俊，那年轻有为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人长得帅，一点缺点都找不到。这么说，两位是同意我跟艾琳的婚事了？太好了。讲老实话，我刚刚在来的路上，我还在想，要是两位不同意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那既然两位也同意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时间我已经看过了，下礼拜三是个好日子。我希望那一天能够在我们的饭店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，和艾琳订婚。有没有这么急啊？说起来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真的很喜欢艾琳，所以想赶快把她娶进门。希望两位可以答应我这个无理的要求。伯母，不用送了，再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不行啊，那还不是一样吗？都怪你啦，你没事干嘛把他说得那么好，像他一点缺点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子我完全没有理由反对啊。啊，你还不是一样，你说人家青年才俊年轻有为，你现在全推给我了。啊，不然要怎么样嘛，他要娶的又不是我们家的艾琳，那我们去哪里生一个给他，要不抓抓我们先生一个抓抓抓抓。冷静，冷静，我要冷静。最不冷静的就是你了啦！为什么要谭瑞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学做蛋糕，又把他的电话没收起来？我要跟你讲句话都不行！女儿啊，妈妈好想你哦。我也好想你啊，妈。